本期讲解一个全新风口项目啊，微微多多多微计划啊，下半年最大的风口之一，2023年下半年最大的风口啊，没有之一，这是最大的风口，2023年最大的风口，8月份刚刚正式启动啊，现在是最操作最合适的这个项目啊。项目原理是通过二创剪辑其他平台上的视频，去重上传到多多平台，并且同步在小红书，这样就可以顺手产生2份收益啊，方法非常的简单暴力，也是非常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整套教程，包括四节视频课，还有这个课程的介绍，还有收益图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收益还是非常猛的，非常猛的。这个也是，大家看1.4万，非常好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多多微计划。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